好，大家好，欢迎收看 Dream Hack S2 Master 2021的台港澳挑战赛。今天是季后赛 Final， 我是主播阿吉，我是赛平 Top。好，那今天要进行的是两场 BO5， 那我们是双败，所以分三天来转播。那今天的第一场是我们的 Nice 对上我们的老鸭。好，那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编选图，刚刚看到第一张地图是氧化物质哦，是一个 PVP。好，那大家现在我看下赌盘哦，33.9跟1.9万，我是不是要来平衡一下？可以啦，可以啦，平衡一下没啥问题啊。你这个剩下700多块的人，哎、欸，是300多块还是700多块？你就压一压了吧，吉老师。哎，昨天输惨啊！昨天真的输惨了。哎、欸，我跟大家说，我昨天也不是跟着我下人输啊，我也输得很惨啊。哎，我也没想到会这种事情会发生啊。一切都尽在不言中。尽在、欸，对对，在不言中。没事啊，你、欸、他这个 BO5 他是打完第一场休息还是打完两场休息啊？我回忆一下，我回忆一下，回忆一下，好像是一，好像还是一场，好像也是一场，也是一场哦。对对对，一场就直接休的样子，印象中。好奇怪哦。哎呀，我跟你们讲，今天这一个赌盘干不干净，在一开始就已经不干净了，这老鸭已经压了自己了。压了 Nice 啦，所以他这个盘一定是不干净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喔，现在比赛开始了，地图来到氧化物质在地图右上方是 But Always 老鸭，好，在地图左下方则是 GGG 战队的 Nice。哎、欸，他们要不要来对一下时间？哦，好，我现在40、41、42、43。好的，你去四五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十五一五二，好了，好，看一下双方的开局哦。哎、欸，等一下，为什么有个人是双气，有个人是单气啊？因为有一个人要直接开二矿了，他是奈斯这边要单兵开二矿、啊。为什么有人边打还可以出来讲话？这是什么意思？还是已经这把已经结束了？没这么快吧？这么牛逼的吗？那应该是双萤幕吧？笑死！我合理怀疑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啊！哦，哎、欸，好像要下完了，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是下 Nice 啊，我身家都给 Nice 了，没办法。所以今天是来赚钱的，今天真的要来赚钱。啊、吉老师，你在没有赚钱，你人就要没了，你以后就没办法再继续带领大家走向那个神奇的世界，赚钱的世界。是啊，我这个很难讲啊，我这个我跟你讲，任谁都是要 nice 好不好？别闹了好吗？哦，这边点了一个 VS， 但是第一时间就被找到了，而且 nice 这边狂是第一时间是有做的、哦，所以直接出来开始砍。哇，这地方有点难受，现在开始对下了，开始那个电池对下，你有电池，我也有电池，看谁比较厉害，谁究竟主场作战要赢了吗？有哦，这边感觉到 Nice 的狂暗室比较强，难道是因为 Nice 的狂暗室比较白痴吗？不好说，有道理啊，等一下，这里不太妙。这个电池第一时间是要被点掉的。哦，这个局面，哎，我觉得怪怪的。我跟你讲，这个局面虚空出来要，应该是秒不掉这一次碎裂了。两个电池哎。还有后面还有两只，把那个有能量电池点掉，然后点他头上那一只。点他头上那只可笑的虚空，哎、欸，但是这边电池有啊，差一秒钟，对，那只兵就可以拿起来了。哇！哦，这决裂啊！完蛋了，吉老师，哎，你的祝福好像有点效果嘞，什么鬼啊？快了吧，兄弟！
哎呀，没有，刚刚那时那最左边那只追猎，它差零点五秒，你知道吗？刚刚那个左边那个电池零点五秒好了，那个追猎活下来那一波，基本上我觉得就有机会守住了。但他那个左边那个追猎，就因为那个零点五秒的差距，这个吉奥斯一个施法瞬间施法，零点五秒追猎就没了，这一场比赛这一把也没了。我跟你说这是 BO5， 难怪老杨那么早出来讲话，哎。哎呀，原来是这么快速啊！啊，原来是这样子，我的天！有人下五十万是不是？不关我的事啊，这明眼人都下 nice 啊，好不好？没有啦，有人下，我看这边最高的是下十五万啊。没事没事，下十五万。不是啊，我也没有多少，我剩十三块啊。你们想怎么样？要比惨就是我剩十三块啦！你们想怎么样？我也不想输钱啊，奇怪。没事啊，吉老师，这顶多对不对？顶多这个今天输了，明天再赢回来就好了。我什么明天？我今天就要赢回来了啦！我今天就是明眼狂下猛下，我已经决定要，我已经决定，我接下来都要下神。那你这一把下 nice， 那下一把你要去。你要下谁？你先跟大家讲好了、啊。我不讲，我要等大家下完我再下。是这样子吗？就是大家现在全部整个聊天室200多人都在等你，都在等你的一句话。不是不是，你要想啊，如果我下哪边都跟我对立面，那我赚个屌啊！哎、欸，不对哦，都下你对面，你才有办法赚，好吧？哎、欸。好像是对啊，所以你现在就应该要开始。我思考一下要不要跟大家讲。对，你就应该先开始跟大家讲说，你下一把对某个人非常的有信心，他绝对每一把都是十零开。不说，不管这一局，哎呀，波五嘛，掉一盘很正常啊。第一盘都是试探，好不好？高可球。刚刚那个电池一好，说不定就拿起来。那个左边那个电池真的是差一点点啦、啊，有点可惜。因为刚那边就是很明显，就是两个人在做那个电池能量的交换。啊，那个最后那个电池真的是，我看那个动画是真的差一点就要跑完了。哇，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我们的这个波舞、啊。
好，大家好，欢迎收看 GK 的 S2 2021的 Final， 我是主播阿吉，我是 Ivan Top， 等我一下调的第一场啊，目前是由 BetOS 1-0暂时领先了、哦，算是第一场就来个试探了、啊。那奈斯刚很可惜啊，真的差 0.5 秒，那一只追猎起来的话，可能结果会不一样。对啊，那个那边是真的微微的。可惜了，对，哦，处理一下他们这个每天都来不一样的声音，大小声处理一下，也没办法啦。昨天好像是比较好一点，对不对？昨天声音很正常啊，今天就突然不知道为什么变得大声，奇怪啊！应该大家等一下再听一下，应该已经。拉到正常的了。啊，好，这个这两个人的第二把，我看应该也是很精彩啊。我们非常喜欢的那种效率啊。对，我真的很喜欢哎、欸。今天只有 PVP 跟 PVT 舒服，真的是舒服两个字。好，我们看一下第二场地图是罗曼史，在地图右下方是红色的深度选手 But Always 老鸭。好，在地图左上方则是 GGG 战队的 Nice。大家有没有发现，介绍 Nice 时候变得很正常，不说什么秃什么没头发之类的吗？你有没有发现？你是不讲？你是怕他浪费司法资源？你知道为什么不说吗？因为现在这个场合比较正式，我们要给我们的神帝一点面子，好吧？是啊，你的神帝前面不是都会通常都会加两个字吗？在比较欢乐的场合，我们可以做比较欢乐的事情，好不好？是这样子的吗？现在场合偏正式，我们还是要给我们神帝一点面子。我怎么记得你上次讲前面有加两个字的那个神帝是在那个是在他在打那个Dreamhack 后面夏季那时候什么夏季赛的时候直接讲的，有吗？我怎么记得是这样子？有啦，我只有在那个3v3那个周赛我才会这样讲啦。是这样吗？是啊，完蛋，观众等一下就把我跟你讲，观众等一下就把剪辑放出来了。他、啊、等一下那个剪辑一出来就发现，哦，吉老师，你是想欺骗我们的感情？怎么可能？他是要演什么、啊？这感觉上是引刀呢。这里我觉得啊，这个老鸭这个有可能，哎、欸，他拉了第二只，那应该会去野东西。哎、欸，不对，这是 nice 的啊，没事啊。那这样子老鸭只是把水晶塔放在外面而已。哦。其实这边可以看到 ，Nice 找很勤快，各种寻宝啊。哎呀，打老鸭就是每一场就是寻就对了，因为毕竟打老鸭这个人，老鸭这个人就是有高几率去演你东西的人，你不寻，你等一下你自己就莫名其妙暴毙了。欸，有人把那个秃头神帝的剪辑找出来了。我看到那个小小的桌图右下角有两个视讯框，我非常确定他那个绝对是 Dreamhack 上面的比赛。意外啦！人有失言，马有乱蹄嘛，可以。对不起，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你是说事后不理吗？没有，你才事后不理嘞！讲话小心点。哦，很危险啊，吉老师。这边 nice 放 VC 哦，两边都 VC。那我觉得，那个老鸭是要引刀呢。他这个位置看起来就是要引刀。老鸭的吧，应该还没有啦，他这不一定啊，不一定会引刀，因为毕竟今天 nice 他是做这个二矿门口的建筑学，所以今天如果第一时间 nice 他是有反应的，那这个门口建筑学其实第一时间他只要一个立场，他两个矿就很安全。所以这里相对来说要拼引刀，我觉得是拼了一点。我反而觉得你老鸭这边打偷一点，你直接上那个
你直接这边去往那个三矿这边开起来，我觉得甚至会比较好打一些。这边绕了一圈，稍微看一下 ，VR 都下去了，这边都看到 VR 了，应该是不会再下引刀啦，因为这边你毕竟你还没下之前，你的那个幻象进来都已经看到了，这边下引刀就有点，我觉得是有点骗自己。现在大家是不是吃了广告了呢？没错，因为大家要，我们还是要提倡这个啊，77元订阅方案啊，对不对？没错啊，现在是那个传说中的那个大优惠啊，77块而已啊。订阅77块，一个月免吃广告，顺畅体验，这么赚，还不定起来。哦，这边老鸭已经两个都已经把气补起来了，这边两个还是相对来说打得比较小心一点、啊。如果是 Hess 的话，这边可能三矿就会点得比较早，或者是他就会先刷大量追猎直接往前走了。这边 Nice 持续在看，一直看不到这个老鸭有三开哦，所以这边自己家里还是打得很小心，第一时间按了一只不朽，还是比较怕那个啦，还是比较怕今天这个老鸭真的一波直接打到脸上。不过这边小眼睛看到了，问题不大，小眼睛看到。然后老鸭后续这边还点了一个引刀塔，哦，这引刀塔感觉上就是来晒的哦，因为这个。他刚刚一定有看到 VR 啊，那这边就是要看 Nice 这边自己的禁欲性。不过我看这 Nice 他的虽然今天还在做，他这边应该是他这边也是有感觉说这个，因为毕竟老鸭之前在打也是常常用引刀的人，所以他这边 OB 自己家里一直走出去之后，然后自己家里又多做了一只哦。起来这个局面，老鸭这边要等自己的，他这边要等自己的冲狂好，然后直接刷一波大的，然后去硬砍这个 Nice 的三矿这一波。但是这边 Nice 这个 OB 一直有看到，看光光啊，就看光光啦，都已经看到你这里有水晶塔，然后他等一下第一时间只要看到你这边在刷狂，是 Nice 也知道你等一下到底要怎么打了。这边已经有点子哦，对吧？不过现在 Nice 现在这个打法，他还是会比较怕。还是比较怕第一时间被抽狂贴在脸上，因为毕竟他这边是没有白球的。哎、欸，有哦，这边有看到，啊、我这边有个 OB， 哇，这只 OB 死掉有点亏、欸。没有，这边还有一只，这里还有一只，没事。哦，不过这是一个双线，哦，这边双线，这是一个双线，很关键哦。那个引刀丢下去的话，这样 Nice 家里是啊，他外面的 OB 好像要隔了，完蛋、啊、！Nice 家里没东西，家里没 OB， 这引刀四只直接进去，而且 VR 他现在还在做不朽，是不朽按掉直接按小眼睛哦。哇，小眼睛全部死光！现在要卡住，还好，老鸭这里没有控，主矿这个没有控到，但是二矿这里其实砍了不少农民哦。刚刚我看到那个 Nice 摇了一下头，老鸭这个切入，这个引刀切入的时间点切得非常好。只是这边这个哦，这两只引刀有办法救走吗？哇，这边引刀还救走了，完蛋，这个局面很尴尬，这就是老鸭吗？没有，这就是吉老师吗？而且有双败啊，但是。现在有个很尴尬的局面啊，等一下这老鸭要是两颗白球。都带到正面，然后配合一波大量的狂战士，因为看起来现在老鸭应该是要打，应该是比较偏向这种打法了。然后这边如果一个阵型 Nice 没有抓好的话，直接被包一波，这个这边是完全打不赢狂战士的。哦，这边老鸭的追猎再继续往里面走。同学吃哨兵可以，很多哨兵，跳手，塞着也还好。好啦，我跟你讲，季老师，这个局面没事啦，这局面没事，我们还可以看很久，因为这个老鸭没有 A， 所以这两边都已经成功的要度过到这个
而成功的要度过到这个烈光球的局面哦。我自己觉得，还是六四开啊，还是六四开啊，那也是优势啊，我觉得。你确定吗？确定啊，非常确定吗？这种烈光球，真的讲这种烈光球的局面，谁优势跟真的没有人敢讲哦。我确定，我笃定，你笃定，你确定，你非常确定，我非常确定。我跟你讲啊，两攻的领先不是开玩笑的。不是有人要生气了，有人要走出去了，而且这一波那个烈光球已经在这边了哦，这边 Nice 有看到。这个地方很危险 ，Nice 自己家里也在加速自己的烈光球。这个被标了，这个很恐怖哎！Nice 这个漂亮，他这个方向有看到烈光球。有啦，刚刚有看到，只是你这里看到烈光球，你还是很难受啊，因为原因是因为等一下这老鸭后面刷的，看他是全部是不是全部刷冲孔啊？这边要一点球哦。没关系，我们 Nice 的球也来了 ，Nice 的球也来了。来了，老鸭还做了一个幻象，还做了一颗假的球在里面啊，你想骗我啊？这个正面可以，还好。哦，双方的操作都很漂亮哦。来，这边蹭了一只，你看，我跟你说，二攻的优势不开玩笑哦，二攻的点下去痛的不得了。对啊，刚刚那只最厉害，三攻了，你知道吗？没事啦，我跟你讲，这烈光、这二攻、三攻都不是问题啊。只要烈光球一发炸下去，只要这个烈光球一发炸下去，全部都没有了。家里的人进有没有防守？家里有 DC 有追力，而且凤凰要出来，这个凤凰很关键，因为老鸭这边的球其实蓄的没有很多，所以这个凤凰等一下如果第一时间在这边，他是有办法把这个球抬起来的话，那个奈斯边优势还是这边就会渐渐的有优势哦。来了，啊呜！哎呀，哇，这个距离掌握的真是精美，不愧是我们神帝啊！我跟你讲，这个正面很刺激哦，这等一下一个人只要有任何一个晃神炸了一下，游戏可能就要结束了。哦，这边还绕了狂人士出去，漂亮。这边狂人士绕出去的话，不过这个四矿刚开哦，刚点这边被绕，问题应该不大。哎呦，刚刚什么东西不见了？哎呦，好像很多应该不少哦。有人互炸，这边撞一颗烈光球。然后不过这边这个交换又。这个交换刚刚，毕竟这个奈斯是三攻狂士啊，砍的还是比较痛啊。这老鸭家里要再多刷一轮。刚应该有超过50追猎哦，因为我刚刚看一下那人口掉了很多。原本奈斯是180嘛，180几，然后炸完那一波剩170。哦，亮亮，老鸭走到这个三矿口的地方，哎呦，这地方很危险，这地方很危险。我那球在炸！哎呦，等下老鸭的球怎么一直在往前走啊？等一下，怪怪的。对啊，刚最后这一波有点丑。其实那次还是换的比较好，但是这框被点掉了。而且不过现在最主要问题是那个啦，反正这个烈光球在这边只要没有受光，它都可以一直跟你做交换。来，敢不敢点？我就问你一句，会怕。而且我跟你讲，现在两个人都已经在转型航母了。这个航母一旦转出来，这个等一下这个烈光球下面就可以慢慢的去换掉了。这是地面部队后续也可以慢慢换掉一些其他单位哦。这边头上没 OB 刚刚被第一时间被点掉了，但应该有看到哦。这个凤凰点了一下，先去追一下，把上面这个人进解决掉。这边老鸭已经第一时间看到奈斯在转航母了。不过这边老鸭是他直接拍到5个 VS 要转航母，会不会太凶悍？完蛋，这边奈斯必须要在
在这个时间点给这个老鸭一点制裁、喔、不然这个让老鸭继续续下去，哎、欸，这个捡到路过的，捡到路过的不熊，这怎么不打？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这里，他不知道这里做这一点兵啊。哦，加一再点，加一再点烈光球，哎呦，哦，有有有，这一波交换赚，这一波赚。好 recall， 哇！我觉得这边直接推了，要推要推了，因为这边他必须要给老鸭一点制裁哦。这个老鸭后面5 vs 再跳航母是有点太过分了。来了，这一波推在脸上，压力很大。因为最主要是老鸭这边航母还没续起来啦，他这个航母还没续起来的情况下，打这些部队都不太痛哦。来烈光球，烈光球，老鸭这边一定要烈光球拖时间。慢慢拖到他这些后续的航母全部都接出来。哦，妖叔哦！哎呀，哎，好像忍不住了吧？忍不住了吧？上去一点球，但老鸭球，老鸭球射出来啊，没有射出来。我来这直接要一点，要一点这个航母了。过来过来，一点一点航母，一点航母，老鸭有没有超级电池？哎、欸，航母被拦起来了，怎么办？哎、欸，要不要超级电池？没有了，完蛋了，要被点光了。哇，航母没了没了，这个没了。看人口应该是 Nice 赢了啊，这没了，因为这主要是刚刚下边的那四颗烈光球，第一时间 Nice 这边很果断哦，第一时间就直接跳上去把你那四颗烈光球直接点光。那比如像这些追猎就可以完全不惧怕的直接站在下面点这些航母。好，这边把这个矿串掉算是蛮关键的。而且最主要是把老鸭的航母点的差不多了，让老鸭这边是第一时间是续不太起来的。啊，那现在就有很多种玩法了。现在有一种玩法是 Nice 开始玩大富翁，然后把地图框都拍一拍。另外一种玩法是 Nice 这时候家里开始转我们神奇的暴风剑，哎、欸，这也是一种选择。哎呦！欸、有了点光，有了球都点掉，球都点掉，没事没事，球点光了。然后这边，哇，这个地方是真的不好点，有机会再点一台航母，哇哇，都残血。啊，这个画面让我想到我们曾经的跟才高八强差一步之遥的906，906，啊，我们要鞭尸一下906啊！这906这个航母跟白球的部队玩得非常的不错，很不错，透彻，哇！啊！这边直接跳上来，要一点的航母，这老鸭扛不住了。好，恭喜 Nice 扳回一城，比数战成1-1。啊，这一把刚刚真的是最主要是老鸭中期的那一波追猎走位的失误，然后还有左下角那一波兵的失误，然后变成。Nice 知道他自己知道他吃了老鸭两波兵，所以第一时间就直接往老鸭的家里推过去。但是其实刚刚那边假设啦，假设那老鸭那几波兵没有送掉，我相信 Nice 应该不敢推的这么果断。然后会导致一个结果，是因为老鸭刚刚是5 vs 在转航母，只要那个航母一续起来，这游戏你航母输的那边要逆转还是有点难度了。这边的交换就是 Nice 都占到一点便宜啊，可是矿被点。主要这一波啦，这波追猎这里死太多了，这老鸭想要去硬换，但最后其实死了很多东西哦、喔。然后这边是 Nice 第一时间，他看到你那个地光球就这四颗，然后看你也射的差不多了，我就第一时间上去直接去点你的烈光球啊，烈光球点了，我觉得他这个追猎量在下面吃航母问题是不大的。第三张地图包是什么？第三张地图哦，
第三张地图想不起来，今天有点失智，微微的失智。Nice 不是不去，好吧 ？Nice 那个叫做他觉得他打得不够好，好吧？那是一种对自己的坚持。完蛋了，我看到我的手机跳了个消息，他跳了个消息是我们这个奥运的桌球好手，哎、欸，没有无缘铜牌。哎，可惜啊，可惜了，真的可惜了。原本是领先的，还是吉老师，其实刚刚也有偷偷的。对啊，我没有看奥运。啊，你没有看，那好险好险，那就不是吉老师的锅了，不是吉老师的锅了。你不要什么都扯到我，太危险了。哎呀，自从之前有一次艾菲卡办的那个世足杯的那个预测，我就相信了，这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吉老师奶不了的东西啊。那个是意外啊，我也没想到我完全没坑。好，这边第三场开始啊，这张图竟然出现了，应该没差吧？哈、欸，都一样，内战没什么差啦。好，左下方是 But Always， 好，在右上方的 GGGG 战队的 Nice。看一下这一场老鸭还会用什么蛋。哎、欸，嗯，等一下，我看一下，怎么好像怪怪的 ？Nice 是不是？哎、欸，封风气哦，他封到人家一个气耶！哦哇哦，这个不是血钻吗？这个内战前期被封了，这个气实在是有个亏的，尤其是这张地图。哎、欸，但是不是也被封 ？Nice 好像也被封了一个，是不是？有被封吗？好像有一个，哎、欸，不对，没有，看错。看错了，那是也被我想说他们两个互相杀开，那也是很有趣。好，那这边被迫老鸭这边被迫就只能单并开了。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开局觉得上 Nice 这边就还是比较有主动权的、啊。哎、欸，我跟这个 Nice 的第一个兵营站放那个地方，到底有多怕？我就问你，到底有多怕被光炮？这个地方，他原上这个这个下法就是要有点像是在防光炮的哦。这边 Nice 看起来是要演 VS。这边换他要做虚空电池喽，太凶悍了！连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以为只有你会虚空电池吗？我也会。而且这一把最麻烦的地方是老鸭没有二瓦，所以他这边就算有两个，兵营都不见得可以，他那个锥链应该也没办法顺顺的一直按。完蛋，这个老鸭这把是相当危险了。来了，这边看到了，看到了，看到这个头很痛。哎、欸，这狂战士，砍他，砍死他，保留一下，这是狂战士。而且后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吗？没错，而且重点是后面教室来哦，这边老鸭上面有没有？然后上面堵起来，啊！抬杠奥都是坏人，怎么动不动就在打这种东西？可是你不是很喜欢吗？我又很喜欢吗？他们很喜欢好吗？再一桶哦，可以再点，有两桶。可以了。好，老鸭这边决定是用大量的兵，他等一下要用大量追猎来硬守这一波。但是这边虚空要出来了，第一时间下面已经有电池，这个位置很危险。两颗电池可以吗？哦，甩起来！哎、欸，他没出哎、欸。我们在等虚空，继续等。其实我觉得这个，我是觉得可以不用下到上面来。我觉得他刚刚这个下面继续下就好了、欸。不就好了吗？当然，这下面继续下，然后把门口这个，因为其实这边有个很关键的东西是 BY， 他这个 BY 是在这个门口，他这边慢慢把这个 BY 跟这些东西撑掉。我觉得他下面这样子打是可以接受的、啊，没有必要第一时间
为了要上，为了要打那个二矿，然后把电池往上下。哦，哎，来了！下面又多两颗电池，那很强。我没有，我跟你讲，这个局面啊，只要虚空续起来，虚空还是爸爸。这个虚空亮起来之后，这个追猎是真的拿他没什么办法。继续。哦，可以，这个很强悍，这里有三只开出的虚空，第一时间直接一秒东西，一秒。啊，很狗的兄弟，把电池秒了，真的啊，卡哥啊，卡多久？你这是虚空要卡多久？啊，你卡快三十秒了，你知道吗？他到底要卡多久？他还没有下哎、欸，他还没有下哎、欸，兄弟，你到底要卡多久？兄弟。他还没有下，他还在加速，他还在加速哎、欸！他丢加速下去，他还没有发现哎、欸！啊，他发现了！我大家刚叹了一口气，他卡超级久的、欸，哦哇！你知道他这已经差一只虚空了吗？啊 ，Nice 怎么了 ？Nice 你怎么了？他这个你看这个加速直接空干哎、欸，加速空干不开玩笑哎、欸！我天哪、啊！哇，这个失误我觉得极大 啊！这边又难受，而且你这因为最主要是这段时间你这个第四只虚空一直没出来，所以这老鸭这边的追猎已经续起来了，这个慢慢的已经是可以哇一点你的虚空，哦掉了两台，完蛋了，吉奥斯很危险，吉奥斯大卡人口哎，好危险啊，吉奥斯。我没有看过在一直卡这么久的，卡死我天！我没有看过他卡这么久的、欸，哇，这边两只虚空是点在电池的情况下是强点不掉的，哇！一战之罪啊！哇，这个罪孽量已经蓄起来了，有点难受。哦，这边追猎是想要下来一点吗？我觉得下去一点还是有点过分了。我觉得这里不用急耶，慢慢打就好了。然后老鸭这边看要不要后续这边开始转自己的科技了，因为他这边应该是有，他这边点上应该是渐渐会有多的钱跟瓦斯可以做这件事情。哎，这边再继续换，他、啊、怎么又卡人口了？他被打掉，被打掉，又卡了。我觉得他刚刚如果那边有多四只就差很多，他刚刚那边其实应该有半五只，他刚卡那个时间就少一只虚空左右、哦，不止哦，我看他刚刚卡那个时间都卡超级久的，我看那个说不定可以做一只半到两只，哎，那个真的太夸张了，而且重点是他还有丢一个加速在上面，哎、欸，他有两个 BY， 哇，他已经预补好了，听说你很想点我的 BY， 就给你点吧，我已经补好了，补这两只虚空能干嘛、啊？这三只虚空能干嘛？好惨啊！这里是这里，老鸭很聪明，三只追猎过去要跟你换家。哎，这边被切了一波，有点危险。第一时间，这边追猎在操作，老鸭有一波兵，有一头追猎，你要不要直接就去点农民啊？这边要一点了，不管了。又被点掉一台，完蛋了！这个虚空一直续不起来啊！哎，这个追猎怎样？也没有在控，是不是？没有啊，发现了，但是被抱住了。是没有看过，工兵之愤怒是工兵现在抱起来杀人，你敢信？哦，这边进来，虚空毕竟这里还是有一个机动性的优势，但是这一代，这个老鸭不管了，要下去一破你下面这个阵。哦，这边有没有办法把奈什么办法追掉上面这一半的追猎？有办法把这一半追猎追掉？但是你这样一追，这边老鸭已经在清你的电池了，他已经在清你的东西了。哦，这边很紧张。哟，这边发现，第一时间再往回拉。而且这一次到奈斯家里也是一大坨兵哦。哦，这个正面，这个正面，这点掉又点了一点了一只虚空。
这 Nice 家里是完全守不住了，而且刚 Nice 哇，刚 Nice 是不是第一时间？他刚第一时间守完那个家里的追猎，结果他的工兵是没有回去采矿的、啊，哇！哇 ，Nice 打了 GG， 哦，完蛋了，好、哦，教师快，教师怪怪的，怪怪的教师，啊！我是来赢钱的好吗？我不是来输钱的，我再说一次。啊！刚刚那卡人口、哦、卡那个人口太关键了，他卡了大概30秒到40秒左右，那边真的是卡太久了。而且这也是很好笑，是他刚刚交那个他交那个加速在他的面上面，他还没有发现他卡人口、欸、那个对那个失误真的太夸，我觉得是有点太浮夸了。因为这个你说卡个十秒钟我都还能接受，你这刚整整卡了30到40秒，真的是有点，真的是有点浮夸了。我觉得这个锅绝对不能我来背，好不好？知道吗？大家要评理啊！那锅肯定不是我背啊！那不然这个锅你说说谁要背？你说说，当然是 Nice 啊！卡了扣我这种基本功的东西，对不对？怪我，哎，真是，不认真啊！刚刚那个局面的那个虚空有出来，其实我觉得他开出可能就已经差不多，还不好说。那边至少那一个出来，他是刚这边老鸭是不敢直接上去，第一时间一强点他两只虚空的。对，哇，这边还是 Nice 又在，毕竟他是我们这个抓饭大师啊。哎、欸，不对啊，对他来讲不就先上去比较好吗？无时无刻，我们只能想着抓。这时候时候，你为了要让吉老师脱罪，我们只有想抓放这两个字了。哎呀，我觉得那个卡兰狗，我觉得太要命了。啊，这卡兰狗是秒吧？我是没有仔细算，有没有聊天室的观众去算一下几秒？哎，这卡着，说不定更多。他卡有够久的。嗯。哇。刚刚那边假设那个前面这个真的没卡这个人口，我真的觉得是那边奈斯真的蛮有机会的。哎、欸，他该不会还要继续休息？难道这一次竟然有这种环节？哦，有休息哦。我记得之前都是休一次，然后直接打到底、欸。看来他是打一场休息，然后打两场再休息，这是知道拖时长对不对？可能这是我看到觉得知道拖时长，还是太高打太快了，没办法，我们为了节目的时间，我们只好让这里再进一次休息。好，那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回来继续我们的 Nice VS 老鸭。
好，大家久等，欢迎回来收看今天的 S2 Master 2021的台高挑战赛。我是主播阿吉，我是赛品 Top。好，那现在进行的则是我们的第一个 BO5 PVP 的对抗哦，由我们 Nice 对战的老鸭。那目前老鸭已经2-1取得听牌的优势了。我相信这个团大家一定是吓死宝宝啦！我看一下，我看一下，11%。我们总共下 Nice 的有72.8万。哎、欸，夏老鸭的8.7万，这个8.7万证明的一切啊！薛海啊，我跟你讲，这个薛海啊，我也不想啊，我把我仅存的300多块都下 Nice 啊！哎，那这里看得起来这几天这个吉老师功力正常发挥了，我们总算看到正常的吉老师了。非战之罪，非战之罪。哎，昨天下雷雷全输啊！妈的！哎，那是不要他今天没雷，我只好下奈斯。吉老师记得，我跟你讲，记得今天等一下，你要我们要进下一把之前，先给大家一盏灯。不要，这样就没有乐趣了。不要，是这样吗？你给大家一盏灯，你才有翻身的机会啊，吉老师。不要，我不要。我就是这样子，我不想给大家任何一个投机取巧的机会，请靠自己的实力去分析预测，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关键的第四局，我们的 Battlers 的听牌局哦。地图来到2000大气压力的右上方，红色的深度选手 But Always。好，在地图左下方则是 GGG 战队的 Knight。Nice 这边看起来一样是要，看起来是要单兵开矿哦。你这边前面很早就过来侦查了，看一下。我怕，我怕。这老鸭的建筑学，看了一下，他竟然是住在家里面的，完蛋，这是不是又要搞事了？他的建筑学跟一般的神族不一样，他是直接坐家里，没有坐门口。别人看到这个建筑学，我心里先畏惧一下，他这个还是单兵开的，是不是有点过分？是不是过分了？好像我怎么感觉好像要演 VS 哎，是不是要开野了？这边第一时间过来看到，直接看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点看到这奈斯家里第一时间也是直接做了一只狂战士哦。这狂战士等一下第一时间过来开砍这个水晶塔，看有没有机会把这水晶塔弄掉。来了，开砍开砍！哇，这不讲道理耶，就是要演在你脸上！哇，神厨就是这么硬霸的吗？是，就是这么硬霸！完蛋完蛋，这地方又刚刚刚，这老鸭的工兵有点危险！砍掉了！啊！而且这个位电池的位置卡得很好哦。来这边追猎过来，追猎过来有没有办法帮我解决？我要砍一下左边那一只，左边那一只有没有机会把那只工兵点掉？那只工兵很关键，老鸭现在一直在拉那只工兵哦。来了，完蛋，这边也是好了，开始做虚空一把加速。哦，完蛋了，而且等一下赖斯的追猎，刚刚那个 DC 快是砍输了，追来了。哦，很危险，这个。等一下，很危险！这边这边死了，第一时间有没有办法点？工兵也点掉了，我就有机会哦。这守住了！虚空出来了没？虚空出来了，直接往你家过来了，直接往你家开干！而且老鸭子说他是个天才，所以他家里又下了个 VR， 哈哈，他绝对是天才，这个天才，这个。哎呦，直接打 GG 了！这边直接打 GG， 哇、哦、，Nice 啊！太紧张了吧 ，Nice！ 哎呀，这把是有点是真的有点过分了、啊，因为真的是 Nice 这边已经太早看到这个东西了，所以他原上就是认定你
认定你这边就是要再演我一次 VS， 那他第一时间家里的第二个必须补下去，然后考完试跟最烈的第一时间也都是加速再做出来。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么早被看到你还去硬下的情况，其实老实讲还是太拼了。那先夏尔比尔，没关系，大家不要紧张好不好？我们 Nice 的实力坚强，对不对？我的要你这一句话，你这一句话一出，我又感受到了无比的信心啊，吉老师。无比的信心，给点面子好不好？大别慌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不要一脸就好像输的样子啊，对不对？我从来没慌过，我就是来赚钱的。我今天已经跟大家讲，我就是来赚钱的。很难，这个打到这个第五章，这个第五章还是很危险的、啊。最主要是老鸭的打法，就是还是这种比较靠这种早期的一波的打法，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只要一个 Nice 这边只要有一个小小的侦查失误，或者是前面在控边上有一点小失误，其实就很像第一把那个状况，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失误，就变成他完全守不住老鸭这边的一波。所以原则上这边 Nice 要打他，其实他这一把明显看到是 Nice 其实工兵都蛮早就侦查的。对，哎，啊，这边能胜者组肯定是胜者组的、啊，因为这种翻战胜者组优势蛮大的，一分领先呢、欸。好，我们来看一下关键的第五局地图是扎格纳特，在地图左下方是红色的生存选手 Burn Always。在地图右上方的是我们 GGG 战队的 Nice。吉老师，再给你一句话，给你一句话的机会。什么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吉老师，就是不要害我啦。祝福他们两个人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压，我跟你讲，我就说我耐，我就压耐死，我当然希望耐死，我也是看好耐死，不然我看我压他，对不对？可以，我相信现在这个我们聊天室蓝蓝帮瑟瑟发抖啊。哦，对吧？老鸭这里还是。看起来还是要演个什么东西哦，这把看起来有可能是演 VR 哦。看一下这边到底，等一下这个工兵第一时间回头会点什么东西下去。嗯，我感觉这个会很应该是我们那个传说中好久不见的冷静三 BG。冷静三 BG， 对对，这个老鸭的拿手绝活之一啊。哎、欸，这工兵，呼呼，好险好险！对，工兵刚刚如果没有发现死在那，我们等一下要打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先假装没看到。这里 Nice 的工兵是直接追着走哦。哦，家里果然下 VR 了，果然是熟悉的东西最对位。洛基被你猜透透，看透透，对不对？看透透了，熟悉的冷静三兵营哦。这边前面再点一个兵营，来了。这边 Nice 就要看 Nice 这一把怎么守了，因为这边 Nice 自己家里是把二空点下去，他这时候如果他这时候啊，这边等一下，老鸭家里没反应，这两只最厉害被吃了。哦，这个很关键。然后 Nice 这时候、哦、，Nice 这时候如果有感觉，他如果有感觉到的话，这直接再来点个 VR， 直接屌虐。哦，还看到 VR 了，看到 VR， 懂了，点了，哇，屌虐，家里点了，游戏结束了，游戏结束了。
这个 VR 点下去，代表着这个老鸭这一波过去，只要 Nice 第一时间家里直接电池点下去，先撑一下，然后第一只不朽有办法，第一只不朽加速出来，问题就不大。哦，但老鸭这里不管了，这一把这边给看到又怎样？我就出一个你看到也解决不了的东西。我们烈光球，哦，这里也看到了，这就是 Nice 吗？这就是 Nice 吗？就 Nice 吗？他看到了，没差了。这边什么都懂了，请看奈斯这边家里这第一时间了，反正 再多下一个 VS 要直接做凤凰，这边就要看操作了，这边操作第一时间先缩回来电池的怀抱，可以操作一下，往后拉问题不大，然后这里还行，然后这里自己家里的不朽已经在做了，等一下地面原则上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了，然后再来就是烈光球了。再來就是烈光球在这里 VS 好了，家里要不要有没有钱按凤凰？凤凰，我需要凤凰。别怕，奈斯怎么说？凤凰，赶快按凤凰！不朽来了！啊，先按了第二只不朽，他没有按凤凰吗？确定没有按吗？看，有在聊是，我跟你讲，我会把他编掉。然后这边凤凰按下去哦，这边凤凰按下去了，那这个这边原则上等一下只要这个烈光球出来啊，这个凤凰抬起来的问题就不大了。哦。哎，等一下，我发现有人比我更凶悍嘞，很屌哎。对啊，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发生什么事情了。好，这边这个副手家里继续在做，但最主要是这个凤凰，因为这个老鸭后面的电光球他只做了一颗，所以原则上这有两只凤凰的情况下，这个第一时间只要针对这颗电光球去做解决就好哦。有第二颗电光球接上来。啊，没关系，这边已经有要地，有两只凤凰，这要怎么炸、啊？太难了。你只要射的时候把你抬起来就好。抬起来了，哇！第一时间全部都抬起来，先烈光球这里没载起来，没有救起来。啊，会不会连人机都被点掉？哦，人机掉了，哇！那这样的话，这里很尴尬。然后这里看凤凰要不要再过来留一颗球。这边还是很稳哦，慢慢打。而且主要是有一只 OB 在你头上一直看啊。抬起来，烈光球第一时间都做不到事情，而且这里没人机可以救球了。哇，直接掉了！地面的追猎全部倒掉的情况下，这个这边是只能这里是只能用教室拖时间了。啊，这第一时间在上面还有反应。这边本头打出 GG， 我们恭喜 Nice 有惊无险哦，3-2击败了本头位置，晋级到我们胜者组。看来赚钱，看来 Nice 我们还是完成了这个定存的工作。对，8000。哎，我怎么加那么少？我怎么开549元？啊，废话，干这个赌盘1:9.33是要你想赚多少？啊，好吧，这赌盘这是能赚多少？赌完以后发现才549元，那我输也不过输300块而已，好像也还好。没有，你那300块是你最后的家产了。好啦，季老师，我这里先把下一把的赌盘先开起来。好，你先开啊，我不会说我下谁，我会等结束我才说下谁。那我们下一场呢，就是这个 Hess 对上 Eastpak 啊，你怎么看呢、啊？你觉得谁比较有优势？谁比较有优势？你觉得嘞？
不行啊，教父。你觉得？我问你啊，我问你、欸，再怎么样，我以实力合理判断，对不对？然后再加上以色列特别不会打神族，再怎么样，我也是预测神族，好吗？是是是。你是想，你是想把锅甩在我身上？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哦。那、你刚刚说什么？你刚刚要说什么？光子，我问你，我刚刚有人，刚刚有人动的刀比我更凶狠啊！我的这个刀只是砍在，只是砍到剑骨而已。刚有人刀直接把那个人直接砍断了，你知道吗？笑死！他、那个人是谁？我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不好说。不是啊，我现在就剩下549元了，要我怎么样啊？all in 啊，继续 all in， 吉老师，你有看到？肯定是继续 all in 啊！这里广大的选择啊，广大的信徒都在等着你的这一个精彩的操作。好，我们现在先看一下这个 Nice 的获胜的这个空音环节哦。那等一下就是下一场 Haze 对上 Ispet 啊，这边。这边 coin 可以直接大家去主台看，因为我这边不信啊，所以我们大家可以去主台听一下 Nice 的访问哦、喔。那我们这边就直接休息了。